男生就是如果跳舞的时候会这样摸，你就觉得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很刻意，就是有点好像在暗示你什么。Over friendly， 对对对对对，太过度友善。哦，对 ，Alpha 叫我们不要问感情的事情，所以应该可以跟他聊打麻将的事吧？哦，可以。所以他的麻将搭子是杨静华跟杨欣，还有哎，这样是差一卡。差一卡，有卡是男生啊。好像是李威，是不是？打过那两次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聊麻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知道 ，OK。所以是谁约？麻将也有碰来碰去。我约。可以藏了吗？对，自摸。真是好无聊。他们都这样子。还有刺来刺去啊。他们都是这样子，跟他们出去就是要这样。这样才好玩。跟他们出去录音室，那你不会觉得李威很爱训话吗？没有熟到那样子。真的？你觉得他讲话有趣吗？还好哎，对我啦，对我。他对你讲话有趣？不是有趣，就是蛮。他很喜欢开导别人呢。我都叫他威爷啊，就爷爷辈，他是长辈。我一直都跟着这样。就是三不五时就会露出一些大道理啊。对对对。演艺圈这么多人会打麻将，为什么找李威教萧亚轩打麻将？因为我都是逢年过节会跟他打。就觉得说，哎，他是神像吗？对，他还蛮有台刀，他还蛮有耐性的啦。所以李威有耐心，所以你介绍他教 Alpha 打麻将，就教李威跟他配。李威是有符合跟你。他觉得。所以有没有配到哪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不认识我？所以我觉得他人很好，我觉得他人好。所以如果是你的话，这种的来，如果是你，你觉得把李威介绍给他是对的？对。所以你觉得杨欣是不是故意要把李威介绍给他，才找他来打麻将？没有啦。一定是啊，不然会打麻将的女生太多了。女生因为就那天就突然找不到啊，那我就觉得说。就找他来啊 ，OK， 对啊，因为前几天就跟他碰面了，所以我跟他碰面被拍到以后就又不交了。没有啊，大家还是朋友啊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我只问你说被拍到以后是不是不交打牌？不交打牌，他没有时间了，他开始宣传。因为女生教女生可能没有男生教女生好，就好像一个如果我要学一个东西，找一个男生教我的话，我会。就比较没有那么耐心，然后如果一个女生叫我说好好，不能，那要不能浪费人家的心意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这样会学的比较好，好，帮你解了。这两个好朋友那么久了，然后如果可能为一些小事，然后没有讲开，这样很可惜。那吵架吵到多严重？冷战？是不是多久？大哥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man，Thank you。我们要把你位置搬到这里来，颁奖给你，是为了李威吗？那什么事？对啊，挥之不去哦。好了，所以你说是一些很无聊，别人觉得很小的事情吵。对他们就觉得。那他们两个不联络多久？一个月吧。一个月。那你当时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个朋友就算了，不要了。他有一度，小我朋友那么多，少一个。大哥，我今天来的，你不要拆我台了。上次 Coco 帮他来，也很后悔。真的吗？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是那时候是天天以泪洗面吗？还是生气？女生绝交应该不会以泪洗面吧？然后开始，可是会跟那么多人绝交了，我现在都没朋友啊。会难过，比如看到某个画面，比如说很感情很好的友谊的故事，你就会触动，你想说，哎呀，那我现在就没有好朋友。谁？好多。所以，然后呢？为什么不自己就赶快联络说我们？重新变回好朋友吧。有时候就是会爱面子啊，或者是说他干嘛不跟我联络，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在乎我这类？所以你也是这样吗？有，就下不了台。所以杨欣就把杨景华载到你们家去。所以他上来的时候我很紧张，变得我很紧张。在想怎么会我在紧张？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你紧张一定是因为你对不起他。我对不起他？不是啊，我通常是不会对不起朋友的，所以是他对不起你。我觉得是一个做错了一个点，但那个点错不在于是他的刻意去伤害你的那种错，是不是他不小心讲了你的什么事，然后被媒体登出来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这类的，这个不会生气。现在要乱猜了吗？对，我也想一点，再想一点。跟你，他跟你借200万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跟。
跟钱没关，跟钱没关，跟钱没有关，跟感情没有关，嗯、跟媒体没有关。他揍你妈？没有，对我妈很好。他对我外婆，对我妈，他是一个。是的，也是啊，对我家人都非常好，逢年过节都会想到我家人。他跟你告白，我们两个都，我们都爱男生。哦，哪一种男生？你说哇，你好会绕，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没有，你自己没有要对他下手哦。哇，啊，怎么搞的呀，小老鼠？我觉得他像一个小妹妹啊。嗯，所以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我喜欢的类型，因为他没有不喜欢的类型。我干嘛这样讲？我觉得每个妹妹都很可爱。对，因为在你眼中是没有不好看的女生了。对，哇，我们要不要测试她一下？去换女装。房祖名也是一样吗？什么女生都好吗？哦，我就会比较，比较。硬一点的，在这边方面，对，所以萧亚轩不是你喜欢的型哦，不是不是，她很漂亮，她很漂亮，但是她里面比较像男生的，你说骨骼吗？就是骨骼还是肝脏？肝脏，对，就你要再柔一点的女孩是不是？可能是吧。Jeff 不同意哈，我不觉得她像男生。没有，我进错门了，就是我认识他，进错门这种话也讲出来。我认识他，我握完他手，你是不是看他更衣吗？没有，我握完他手，我就走进去他的那个朋友好兄弟的那个门那扇门，不是说他不会给我，我觉得他对男朋友可能很赖啊，很像就猫咪这样，但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到，你完全没有感受到。对，我就走进去那个兄弟的那个门，嗯，所以为什么房祖名只能得到这个？我们两个，他我认识他也走进去他的兄弟那扇门，两个遇到的那个时间点，那时候你才刚回来亚洲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吧，我超小，那时候感觉自己在犯罪吧。如果这样，因为你说他，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，好小，他头发长到那时候是我们超爱变的时候。如果留一头长发，就跟妈妈造型很像。所以爸爸会抱错人吗？你有跟你爸爸顶嘴过吗？没有顶嘴，只是说变，但是最后还是要做他要我做的。所以他叫你做什么，你会跟他变一下？我想不出来，但是他反正就是最后都是爸爸不可以喝醉被媒体拍到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对对。这种事他会讲哦，对啊，他就要小心点，不要就是。我们姓房的不要把我们的家里名字用坏哦。这好像电影里讲的话。对。所以你们家是常常出现电影台词，对不对？常常。对。就是你是房家的人，你要争气这种话吗？对啊。哇。你一下，妈妈会扑上去挡住你。因为打那一下可能就已经。不会，我爸不会打我。我一下我就应该都不在了。所以你们家不走打的教育。我妈打的。你妈打的时候，你爸会扑过去说别打他。不会了，我爸会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这样，会拿有没有？爸爸应该会用醉拳跟妈妈对打。